Hello， 我是大鼠，今天要介绍一位从英雄联盟 S7 银牌到现在 S10 钻石的玩家。因为当初看到刀妹重置的介绍影片后，马上就想到如何玩出一套的想法，以及认为自己能够驾驭这种需要操作的英雄，所以也完全不看任何实况组跟刀妹玩家去操作，而是自己独自摸索。他在 S10 单双上路中路总和77场 66% 胜率的伊瑞利亚挡太阳的大海豹，使用的符文征服者凯旋传奇血脉背水一战，干粮快递时间扭曲药水 CC 多传奇血脉换传奇韧性，小符文都是适性两颗一颗物防，招式技能传送闪现，技能点法 QEW，核心装备陨落智慧默认黑切死亡之物，鞋子选择水星之靴或物防鞋。关技巧刀妹一等先控线，别急着点 Q 上去消耗，容易让自己被 gank， 等到二三等再抓住机会跟对方换血，一放完一段后无视任何 CC， 可以打出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。 W 不一定用来挡伤害，也可以在吃到 CC 时释放，像是阿里的 E 就不会朝阿里走去，多利用 Q 取消普攻后摇消耗对面跟躲技能。团队意识利用自身高机动性抓准机会 Q 到后排，大招扣好等确定能中才开。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观赏挡太阳的大海豹的精彩操作。If you're gonna leave, I'ma let you go. I'm tired of the pain. Go away. I'm tired of destiny. Bottom.I'm tired of the pain.
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你们加入英雄俱乐部 Discord， 里面可以组队交朋友或是找到我哦。还有，别忘了来看看跟英雄俱乐部 2.0 不同风格的其他频道，或许有你们喜欢的影片内容。我是大鼠，下部影片见 ，See ya。